咱们也看看女嘉宾生活的短片啊，让咱男嘉宾更多的了解一下。来看大家。03264号，刘女士，61岁，沈阳人，离异，有住房，国企退休，儿子已婚独立。每个人。唱歌嗷嗷的，爱的选择您来了。哎呀，我们女嘉宾啊，好惆怅啊，就感觉上来开始也是这个状态。这短片里边，咱也感觉到多多少少的生活当中，可能需要有一个人来调剂你。对，我就需要一个，需要点乐呵，嗯，是不是？嗯、你看你笑起来多好看，笑好看吧？啊，就看到我们女嘉宾笑呵的呢，你给打个分吧，100分满分打多少分？哎，打95吧。95分，嗯、来，我们女嘉宾给男嘉宾打个分。嗯，98分，98分，你觉得这95分算高分低分？嗯，高分，90多分，及格。及格，多多少少那么一点不乐意，反正啊，那那样吧，二位先就坐吧，唠着再说啊，也许这分数就有变化呢，好吧？嗯，来，二位请就坐。我今年毛岁62岁。我这还快过72岁生日了，你说啊？你有房吗？有。啊，我那个什么，我退休金呢，3000多块。哎呀，那个不少。嗯啊，有住房。有。嗯，沈阳的有住房。嗯，那还一个孩子在美国呢。啊，你是个儿子。嗯嗯。我是2个孩子，一个儿子一个姑娘。嗯，姑娘在沈阳，啊，儿子在巴黎。我平常吧，你喜欢散步了，嗯，啊，反正唱歌不好听，就是爱唱。嗯，你说我俩长相依，为何你把我抛弃？你可知道我的心里？心里早知有了你。哎呀，谢谢。哇，还唱歌呢。唱得好。啊啊！既然我们男嘉宾就对女嘉宾整体现在目前的状况还挺满意啊，我们更多的了解一下女嘉宾的情感生活。我们通过别人介绍认识的，最开始的时候，我们俩非常默契，感情非常不错。刚开始的时候，条件不是很好。当时我想为家多做贡献，多挣点钱。当时我在企业工作，特意向厂的申请保洁工作，起早保洁完事儿就没事了，余下的时间去卖雪糕卖馒头补贴家用。当时他心疼我，多次劝我不要这么累，慢慢来，太辛苦了。可是好景不长，在我怀孕期间，他玩起了麻将。开始的时候有时有散的玩，但后来瘾头越来越大，每天玩到很晚。我累了一天，回家连一口热乎饭都吃不上，两个人的话越来越少，感情越来越淡了，就提出了离婚。一直到现在我都是单身。因为之前儿子一直没成家，而现在儿子也找到了自己的幸福，同时特别支持我寻找另一半，所以我也鼓起勇气来到爱的选择。男嘉宾，你能陪我走到最后吗？